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要为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。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、普世欢腾、救主降临。Thank you.
没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下的、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荣耀归主神明，荣耀归主神明。
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如今谁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
everybody get it.